台大医学院毕业以后，我在台大附设医院，台大医院里面完成总住院医师的训练以后，那么就到林口长庚医院去，因为那时候已经知道高雄长庚已经在要设立。那民国75年的时候，然后从林口长庚医院到高雄长庚医院，那么服务到民国93年，义大医院成立的时候，我再到义大医院，一直到现在。所以义大医院几乎可以说是你破化的啦。义大医院当初我在义大医院还没有就是正式营运以前，那么那时候我就到义大医院，那时候林董事长，他也是非常就是重视这一块。那时候有些医院方面的筹设，我会提供他一些意见。好，谢谢院长。谢谢。